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处理第33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中油公司105年度管理费用服务费用编列1亿3923万5千元，经查103年度决算数仅1亿1581万5千元，预算编列增加2342万元，预算拟似浮编未见增结，原提案删减管理费用服务费用经费120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我们进行表决。我们先表决，国民党要求点名表决。静谧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7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静谧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7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来处理33案，静谧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7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5人，赞成7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34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中油公司105年度行销费用印刷装订于广告费编列1亿7191万4千元，经传103年度决算数仅1亿2109万6千元，预算编列增加5081万1千元，预算拟是浮编未见尊节，原提案删减行销费用印刷装订于广告费经费400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我们先处理国民党要求的点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7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五十八人，赞成六人，反对五十二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接着表决第三十四案，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五十七人，赞成六人，反对五十一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五十七人，赞成六人，反对五十一人，弃权零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三十五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中油公司105年度行销费用，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编列49亿1043万9千元；经传103年度决算数仅44亿6454万2千元，预算编列增加4亿4589万7千元，预算拟是浮编未见增结。原提案删减行销费用，暂除包装代理及加工费，经费3亿5千万元。宣读完毕。请院会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我们先表决国民党要求的点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6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6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接着表决第35案，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5人，赞成6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6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36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员工训练费用、服务费用、水电费编列7416000元，相较于104年度预算数5489000元，增加1927000元，增幅达35.1%，为遵节支出并落实节能减碳政策，原提案删减100万元。宣读完毕。
请院会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我们先表决，国民党要求点名表决，静谧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6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静谧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5人，赞成6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表决36案，静谧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静谧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人在现场啊，人在现场啊。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6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37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中油公司105年度于预算编列研究发展支出22亿7844万6000元，作为加强探勘技术、高值石化品、绿色能源等研发经费，其中包括推动石化产业。经查依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共同项目编列作业规范，有关营业基金之营业收支相关规定。三、支出各事业之成本与费用，应依照业务计划之实际需要及本作业规范编列。九、研究发展为强化创新研发能力，除应密切注意国际及国内科技发展之动向外，并应就各项研究发展计划将来所需财力及相关条件之配合做事先评估。该公司近年度配合政策发展石化高值化，持续投入巨额研发经费，其经由国内产学研各界合作，共同开发新关键性技术与产品，降低对特有化学品质进口依赖度，并协助国内石化厂商试产及研发成果，顺利生产科技化首量高值值关键产品，以提高竞争力。105年度预算案编列各项研究发展支出22亿7844万6000元。虽较104年度预算数减少5839万5000元，减幅2.5%，为相较103年度决算数，则大幅增加5亿5217万3000元，增幅达31.99%。其中为配合政府石化高值化，值得提升在台湾量的扩充在海外政策，该公司近几年度推动石化产业高值化相关经费剧增。105年度预算案数5亿9085万7000元，分别较104年度预算数及103年度决算数增加3456万元、3亿3594万9000元，增幅分别为6.21%、131.79%。该公司推动石化产业高值化研发经费逐年增加，为103年度石化研发投入比例仅14.77%。105年度预计亦仅25.93%，详附表一。另回出该公司105年度预算使用化学品平均单位售价28288.54元每公吨以下铜，相较102年度与103年度决算单位售价36212.14元及35127.22元，不增反降。虽然石油化学品之售价受国际市场供需等因素有所变动，然亦凸显石化产业高值化研发成果未能有效转化为实际商业运用，致无法提升该公司石油化学品之附加价值。综上，建议酌予删减6亿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我们先表决国民党要求的点名表决。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黄委员国书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
表决结果，出席55人，赞成5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进行表决1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接着表决第37案，进行表决1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5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进行表决1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49人，反对赞成4人，反对4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陈委员明文，黄委员委责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
第38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经济部主管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营业费用项上，其他营业费用之研究发展费用科目，预算金额19亿6249万2000元，有鉴于政府财政日益困窘，且上一年度决算数13亿9629万6000元，原提案删减30%后再行冻结30%，待提出专案报告时的动之是否有当情公决？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意。有意，我们进行表决。我们先表决，国民党要求点名表决，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反对。反对。陈委员移民声明对刚才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5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3人，赞成5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的少数。本案不通过。接着表决38案，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5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5人，赞成6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39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经济部主管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编列研究发展支出22亿7844万6000元，作为加强探勘技术、高值石化品、绿色能源等研发经费，其中包括推动石化产业高值化相关经费5亿9085万7000元，较今年度预决算数增幅大，有鉴于政府财政日益困窘，应审酌业务实际需要遵节办理，并力求将研发成果转化为实际运用，以提升石油化学品质附加价值。原提案删减20%，再行冻结30%，待提出专案报告时的动议是否有当，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院会有意，我们表决，先表决国民党党团提案点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5人，赞成6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了解结果，出席55人，赞成6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的少数，本案不通过。接着表决39案，静明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2人，赞成6人，反对46人，弃权0人，赞成的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静明表决时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3人，赞成6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的少数，本案不通过。第40案，请宣读国民党提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研究发展费用预算编列19亿6249万2000元，104年决算数仅为17亿4035万3000元，增加2亿2213万9000元，增幅达12.76%，显示预算有高估之余，且该公司研发成果未能有效转化为实际商业运用，致无法提升该公司使用化学品之附加价值。除委员会已简列书外，原提案再简列该项预算2000万元。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异，我们表决，先表决国民党要求点名表决，静明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了解结果，出席55人，赞成6人，反对是49人，弃权0人，赞成的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静谧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了解结果，出席54人，赞成5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接着表决43，静谧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了解结果，出席50人，赞成5人，反对45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静谧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5人，赞成6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林委员淑芬声明，刚刚的表决与民进党党团立场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第41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
台湾中油公司105年度研究发展费由用人费用编列10亿5514万4000元，清偿103年度决算数仅7亿6662万1000元，预算编列增加2亿8848万3000元，预算拟是浮编未建尊节原提案删减研究发展费用用人费用经费1亿元。宣读完毕。请院会有异。有异，我们表决。先表决国民党的点名表决，进入表决1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有3人，赞成5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进行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6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接着表决41案，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6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5人，赞成6人，反对49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管委员毕玲声明，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第40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中油公司105年度预算研究发展费用服务费用编列4亿9170万1000元。近日高雄梨园厂又发生火灾事故，造成居民极大的不安，居家环境及空气亦受到污染，许久未见改善。为中油研究发展费用服务费用仍较103年决算数增加幅度高达70%，合有未当，为尊节公帑，原提案予以减列3000万元。宣读完毕。请院会有异，我们进行表决。我们先表决，国民党要求点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林委员竞选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7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7人，反对4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接着表决第42案，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7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6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43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研究发展费用、服务费用、专业服务费编列2亿8513万8千元，相较于104年度预算数1亿7835万5千元，增加1亿678万3千元，增幅达59.8%，为遵节支出原提案删减500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先表决国民党要求点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7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的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7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接着表决43案，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6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的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7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
第四十四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中油公司105年度研究发展费由专业服务费编列2亿8513万8000元，经查103年度决算数仅1亿5528万4000元，预算编列专家1亿2985万4000元，预算拟是服编未见尊结，原提案删减研究发展费用专业服务费经费1亿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我们先表决，国民党要求点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5人，赞成5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7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接着表决44案，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5人，赞成7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林委员淑芬刚刚表决与民党团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苏委员之分声明，何委员新存声明。今天早上的表决都与民进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早上啊。国民党建议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下午还有英国跟日本的来宾。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8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45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中油公司105年度行销费用专业服务费编列1亿4394万2000元，经传103年度决算数仅7293万8000元，预算编列增加7100万4000元，预算拟是浮编未见尊节，原提案删减行销费用专业服务费经费5000万元。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一，我们进行表决。先表决，国民党要求点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9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8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接着表决45万，静明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9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静明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9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46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中油公司105年度预算研究发展费用、材料及用品费编列1亿1219万8000元。环保意识抬头，地球只有一个，资源有限，宜善加珍惜。为研究发展费用、材料及用品费，较103年决算数增加许多，何有未当？为尊杰公堂原提案予以减列1000万元。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我们先表决，国民党要求点名表决，静明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9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静民表决1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8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接着表决第46案，静民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9人，反对48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静民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9人，赞成9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47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度预算十项费用，服务费用、专业服务费编列1亿1481万8000元，相较于104年度预算数9709万1000元，增加1772万7000元，为遵节支出原提案删减1000万元。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异？有异。我们
进行表决，先表决，先谢谢谢谢，先表决国民党党团要求点名表决，进行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9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蔡委员适应声明，从昨天到现在，所有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9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我们进行表决第47案，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那个无关结果啦，就是一个声明嘛。跟各位委员报告哦，那个是声明啦，列入在记录上面有这个记录，但是结果都不影响啦，所以如果你要声明一辈子，应该也可以声明了。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9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要求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9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第48案，请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经查，中油公司除高雄炼油厂为配合政策，工厂长时间停止运作外，近年度大林炼油厂、桃园炼油厂及林园石化厂等因基建运转不顺，工厂发生意外等引起非计划性停炉次数增加，致产生非预期维修费用及停工减产之经济损失，计列如下：一、炼油厂部分，104年度截至8月底止，非计划停炉合计11次，损失5亿8335万5千元，包括桃园炼油厂5次，损失1274万元；大林炼油厂6次，损失5亿7024万1千元；高雄炼油厂损失37万4千元。其次数及损失金额均较102年度及103年度为高，凸显该公司炼制事业部对部分设备检查及维修保养品质欠佳，关键性零件亦未确实检查并汰旧换新，与前结国营事业管理法规定有悖。二、石化厂部分，林园石化厂103年度陆续发生丁二烯工厂压缩机马达设备故障等3起停炉检修事件，损失计4480万6千元，停炉次数及损失金额均较102年度为高。为维护各炼油厂及石化厂的正常生产与必要之安全维护，该公司历年均编列工业安全经费。近日，中油位于高雄的新三清上午又经船紧急停机，造成管线中半成品送往燃烧塔，引发火光及浓浓黑烟，引起附近民众关注。中油表示，系新三清低温工厂编号 C1201 压缩机，因为蒸汽进口高压阀实际开度与控制开度相差太大，造成跳车，造成大火燃烧，经修复已重新开机。为提高该公司公安管理绩效，105年度预算编列20亿3790万1千元，冻结50%。四、中油公司向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经同意后实得通知。宣读完毕。请委员会有异？有异，我们表决。我们现在处理国民党要求点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61人，赞成9人，反对52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9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接着表决第48案，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9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国民党党团要求重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王委员毕玲声明表，刚刚表决与民进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60人，赞成9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报告院会，上午会议进行到此为止，下午20:30继续开会，现在休息。